要干嘛？要来打疫苗。我是10点到11点场次，那我10点07分才起床，那我们现在就没有时间了，所以就是赶快。疫苗，到底谁会拖着一个行李箱来打疫苗？你啊。各位，我现在在车站，为什么呢？我要下台南，就是我跟朋友们很久以前就预定说我们要去台南，然后住民宿。台风要来了，很衰。一下是打疫苗，一下是台风来，没办法，因为我们这群朋友就只能在这个时候约这样子。我跟你们说一件蠢事，我看你就直接睡到左翼，是我朋友刚好跟我在同一台车，很大力拍我，下车，然后就会，如果到我进来的位置，我从前面出去，对，如果就完蛋了，因为我没有设闹钟，我就直接睡死。哟，大家，我们来到民宿了。这间叫做麋鹿圆环，然后言下之意，它就是在圆环的旁边。然后还有厨房，因为我们呢就是一群废物，所以我们就非常适合这种空间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是要吃什么，就直接在这边解决。然后要玩的话，就是这边这么大一个空间可以解决。这个什么睡的地方就是在这个上面。走上去就是哦，超级宽。那个卫浴呢是在这个门外面。我跟朋友我们两个呢是打完疫苗下来，准备废在这边躺爆这样子。这家店名叫 Eraser 哎、欸，很适合你哎、欸，你脑海中的橡皮擦真的很多橡皮擦，一直忘记，什么都忘记。我其实随便叫一间啦、啊，我叫什么、啊？这是什么、啊？耳鸣太子。哎、欸，我前阵子有收到脑海中橡皮擦的那个试映会。结果因为伤口还没复原，没办法去。现在是5:43，目前还没。很多人说大概8到12个小时会进入摇滚区。哦吼，你各位，我朋友出门去了，所以现在呢就是我一个人坐拥这间民宿，好不好？这个楼中楼的这个民宿。晚上7:19，然后目前还没有症状。然后我妹刚刚传讯息来说，她现在已经烧到37.4这样，所以真的是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哎、欸。我今天会来的这些朋友，大部分都是12个小时才开始。我知道。我们有一个万能的盲铃，我每次拿起剪刀，旁边的人都会就是帮我剪。失能啊！因为我不会煮菜，只好当洗碗工。我刚量体温。我们公司讲狼吗？36.1度，目前没事，经过了12个小时，恐龙体质。同年同月同日生。哦、oh, ，对，老了，我们都是恐龙。哎、欸，有这个灯要干嘛？我觉得会。半夜的时候你要去厕所，你看你那个路灯是不会亮到。我觉得星光大道这样子。没事啊，不懂啊。36.0。明天就知道了，到底是恐龙体质还是老人体质。第二天，现在时间大概8:00醒来的，因为很渴，超渴。然后你们听声音就知道，没事哦，我是老人。可是我跟你们讲，我现在脸是超肿的状态。我最近每天早上起床了。脸就会超肿，这边也就会跟着肿。那我就是再睡一下。那你是老恐龙吗？老恐龙吗？阿妈，那怎么？阿妈只是睡着。阿妈对。今天可以吃馒头加蛋了。今天是传统早餐组。肿脸。油条配蛋，油条。你拿着这个棒状物都好大，就什么呢？它旁边。哦，这不是只有油条哦，不是，等一下，它正确的名字是烧饼加油条吗？它还有歌哎，你开玩笑，我把它加走。所以以为我的童年是这个吗？是最好，这是烧饼油条。这么小一口，高中念的那个搞忘了吧？那学以前是学。哦，高中那个好废哦，很废，那个没干嘛吧？那不是加51吗？那时候为什么没有喊我？那时候还不红，鱼圆有饭吗？那谁？你说我都信。嗯，直接相信。对。第二天长这样子，我好像是灰色，深灰色。
觉得好看，颜值巅峰。36.0，赞哦！我是老人。啊！台南美术馆只逛了一圈，一下下，而且我们进去没有逛里面，我们是直接逛那个免费的，一群小狒狒。下一个地方神农街，我们又来到了神农街，已经去到想去的地方了。哎，可是我们就是有一个人从来没有来过神农街。两个 ，OK， 两个，对，没错，我们就是土包子群组，没有错啦。啊，正在录。我脚架是不是？来台南好几次，才第一次吃这些，我每次都是炸。开仓龙，分赃分赃，哇，它香瓜很赞呢。嗯，好冰哦。它卖相是真的蛮好，会红有它的理由。嗯，好葡萄，好葡萄。嗯，葡萄皮的感觉。嗯，那么老不如不浪费。我的朋友们非常的懒惰，喊说要麝香柠檬，另外一个加一，直接不思考。接下来呢，要去逛百货公司，很简单，就是因为太热了，我们想要去吹冷气。非常的随心所欲的一个旅行团，如果你们有这样的朋友的话，请珍惜；没有的话，请加油。这边长得跟韩国那个很像哎，无限。这如果是国中的我们，我们就会买了。也是白酒哎、欸，一人买一个颜色啊。嗯，这个推荐广告，推荐吗？推荐有人真的找对人了。我们的午餐下午茶吧，像是生了一个孩子的我朋友，那个孩子就是我。先，你把我底拿走了。它那个浓汤看起来很好吃。来，直角你已经碰进去了，直角你知道是我夹最快吗？因为它看起来最好吃。因为我刚刚煮你过了。对，吃汉堡分层次的意思，这样。然后那一块面包一把它。对对对对对，然后有吗？哎、欸，角落这个我比较有渣。角落这些生命，对，角落生物。我帮你吃这个很硬的地方它、啊、不是这样的吗？刚刚讲说他角落生物，角落生物，角落生物，我没有在听你讲话，我承认，我承认。我把棺材板切成这样，碎尸万段。对。哎，谁的？哎嘿。还是手洗中，那肚子要搬。要要。我们一直在吃哎，好棒。嗯，我朋友现在很快乐。他被我们刚刚对话笑到。我们刚刚讨论就是关于死亡的话题，我们讲到说就是哎、欸，海上听说很贵，要租船什么的。我没有想到海上贵是贵在一些就是很实际上面的东西。我另外一个朋友说，过世之后就把它摔死，然后丢了这车就好了。哦，哎，那你就只是回家。然后我朋友说，哦，所以你会在里面接我，对不对？没有错，我就在里面Jenny等你进来。这种话题你们不能跟你们朋友随便乱开，没有朋友们会觉得说你诅咒我，你说我在垃圾车里。没有啊，我们大家都垃圾。大家回顾一下，我们当时去南投。对对对，那一次过年，要不要上车？当动物呀。回顾一下为什么是垃圾车。我们大家都是轮流进去啊，通常都是我在里面，我在里面已经布置好沙发啊什么的，跟玩搬家一样，我已经就是把很多东西搬进去了。不是骨灰坛，他们不能轮流的，对对对对对。啊，我平常就会常常上下车啊，啊，最后一趟我会先进去，就是帮你们探看，帮你们布置好你们的塔位。好，晚上就一直坐在这个位置。这个哪个？我喜欢呢、欸。这个焦糖上面的很赞呢、欸啊。我们只能帮他留前面啦，后面留前面。啊，好啊，那就现在留啊。那么的你希望的夜，嗯，还不错哎、欸。我刚水有特别加多一点。
如果没有加多的话可能会有限制。我现在退房了，然后台南已经开始下雨。看我了吗？他对我没有兴趣。怎么都转好？我在想，我会比你快好远，因为我坐前面。坐前面，我想说你坐前面。因为我，你的范围比较大吧？我不是说他缝线缝到前面来吧？然后他后面是缝到我智齿那边，而且因为动到一半的时候，你会感受到那麻醉。开始在退了，哦天哪！然后这牙柱就很累，一直想要吸我口水。我不太高兴，我就是，然后我在这边吸那个口水，我爱你死了。那这上面有 marry me， 应该是有人在这边求过婚。哦，我们是暂时都不需要了，五个人全部单身，真有中。